台湾经贸，全球风貌。你好，欢迎您收看影音快递。2009台北国际医疗展10月5号已经在世贸易馆开展了。今年由于台湾厂商热情参与，无论在参展厂商家数或者是摊位数上，都较去年大幅成长。还没开展就已经吸引了17个国家将近200家的企业指派代表来台采购。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精彩的展况内容。台湾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啊，已经高达73%。如果有办法让这个我们现在占 GDP 比重最高的产品呢、能够拓展国际市场啊，这个对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会产生莫大的贡献。因此我们积极推动医疗服务业的出口啊，包括什么观光医疗啦，包括我们组团到国外啊，去宣导国内的医疗设备啊，台湾的医疗设备、医疗水准、服务态度，在全亚洲来讲的话，无与伦比，高品质。而且安全的生活，那当然就是要靠医疗品质的提升。所以，当台湾已经进入一个成熟社会，而且我们的老人也越来越大，高龄的社会的时候，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医疗照顾的需求是会越来越殷切。2009台北国际医疗展11月5号到8号在台北世贸一馆盛大展出。这次的展览共吸引了11家医疗机构，超过290家业者参加，使用近600个摊位。国内知名大厂如碧翔电动车、无鼎、华广生技、长庚医材等，都在这一次的医疗展中展出最新的产品及医疗概念。第一次参展的油田新技更在展览现场展出眼触控系统，让行动不便者透过眼睛视线移动，可以打字沟通、听音乐、上网，甚至玩游戏。基本上我们这是眼触控的系统，那这个系统目前来说是设定在生活照护这一块，它可以帮助我们现在设定的病友，大概有5大类，像渐冻人、脑性麻痹或肌萎缩，他们可能在某些功能上有些丧失或消失。好，那我们设定这一套系统来说有2大功能，第一个它可以自主性的娱乐，譬如看电视自己来，听听音乐自己来，甚至上网。那另外一个就是沟通，有些病友像他气切后他完全没办法说话，那以这一套系统来说，他可以打字帮他发音，然后告诉周遭的人他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表达什么，那甚至于说传简讯、发 mail 等等，他都可以自己来。今年的台北国际医疗展展出内容包含医疗服务、医疗器材、检验设备、辅具、保健产品、远距照护等多项台湾优越医疗产业，并举办一系列医学研讨会、精英论坛及国民健康周讲座，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医疗院所及医疗权威主讲。而振兴医院及台大医院的知名医师也将分享拓展国际医疗的宝贵经验，展出内容相当丰富，如果您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台北国际医疗展11月7号、8号，也就是星期6日的下午，即将在2楼的第4会议室举办一场国民健康周的活动，邀请到学者与专家与大家一同聊一聊日常的保健，全程免费，邀请您前来听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活动讯息。为了协助台商抢攻大陆推动的4兆人民币内需市场商机，外贸协会特别于11月12号下午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一场如何成功拓展大陆内需市场研讨会暨大陆市调报告大全发表，并于外贸协会新竹办事处办理同步视讯场次。这次的活动邀请到已经在中国大陆布局多年的成功企业，以宝贵的实战经验为您剖析台商经营大陆市场的通路与拓销策略，是有意拓展大陆市场的厂商不容错过的一场活动，全程免费，但座位有限，邀请有兴趣的您尽早报名参加。谢谢您收看本期的影音快递，我们下次见。